中国时报全国22县市长施政成绩单正式公布，依据最新完成将近14000人的超大型民调结果，在县市长施政满意度方面，六都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和高雄市长陈其迈再度蝉联金奖，十六县市则是由嘉义县长汪正良以及嘉义市长洪敏惠顺利继续卫冕。在控制数年度22县市有感施政大调查，由中国时报委托中时新闻网民调中心执行。这个调查是每年度推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民调，今年迈入第六届。调查内容除了县市长施政满意度之外，更涵盖治安状况、经济发展、交通状况、环境保护、医疗卫生、社会福利、教育品质、观光旅游、艺术文化和幸福感。今年度增加政府施政信任度和影响发展，总计13个施政面向，是国内施政调查当中涵盖面向最快的全国性大型民调。嘉义县很高兴可以拿到我们这次施政满意度那最高分，而且在交通建设，包括永续的部分，包括信任的部分，那都有一些不错的表现。那实际上这两三年来，嘉义县在很多杂志或是电视台的民调，那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，那表示我们从过去这样慢慢的爬上来，那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县民是肯定的，而且我们爬得非常的坚定，那整个县民给我们的支持度也非常的高，所以我想得到这些奖项对我们来讲，是我们更肯定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努力的来回报我们所有嘉义县民对我们的支持，那我们一定要把嘉义好好的把它转型，那进而让嘉义变成是一个有梦想、有想象力的地方，未来变成农工科技大县。汪正良表示，为了创造更多元的产业发展环境，伊甲管府团队积极为农村的基础上寻找优势，为自立开发工业园区，到向中央争取设立科学园区，在产业的布局顶端有了重大的突破。目前总共有嘉义科学园区、大埔美精密机械园区、北投后产业园区、布袋水产精品加值园区、中埔公馆产业园区、水上南靖产业园区，以及面向无人机航太园区等等新兴产业园区，全面提升经济发展体质。新闻部将来先加以关采访报道。用海水煮一碗，用情意；用雨水泡一个人情意；用露水冲一杯暖心意。嘉义你的地理上亲，嘉义优先。你有介意无？你咧？